九皇何鸿燊三房儿子何猷启日前被爆出轨20岁大学生，轰动全城。一日佢同太太齐娇就同时喺社交网宣布离婚。齐娇贴太阳花相，留言话：是个关心我们的朋友。由于近日忙于与家人处理家里的事情，同时亦避免为他们带来额外的打扰，故未有对外公布我和猷启的状况，非常抱歉。我俩经过长时间考虑后，已经在数个月前决定办理离婚手续。虽然我们分开，但仍是亲人关系，两个孩子的父母，我们会一起继续为我们的孩子付出爱与责任，好好照顾他们。希望大家能给予我们一点空间，尤其是不要打扰小朋友的生活，请大家谅解。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。猷启随即上载同一张太阳花相，留言话：我向各位传媒对于昨天的报道作出回应，因为近日家里发生的事情比较多，不适合对外公布我和齐娇的事，对此抱歉。我和齐娇其实在几个月前已经办完离婚手续，我们虽然分开了，但仍然保持很好的亲情，并将继续为我俩的孩子付出关爱和责任。希望大家能给一点空间，不要打扰私生活，尤其是小朋友，请大家谅解，谢谢。齐娇呢日已经带女女翻咗家乡上海，而猷启就被影到送走齐娇之后，喺新欢屋企附近超市买食材同酒，唔知系咪准备回新欢。